几路梅花鹿抱着北极熊大鼠乌龟狼牛老虎猪小熊。哇塞，这么厉害呀，小平板，妈妈这才买了几天呀就认识这么多的动物了呀。妈妈，我好喜欢动物的这个动物模型呀。是吧，这一套仿真动物模型玩具真的是太好了，看动物园里面有的没有的这里全部都有呀。妈妈，这个丑不拉几的是什么呀？丑不拉几的，我来看一下。嗯，这个丑不拉几的是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呢。哎，宝贝，这一套模型里面有这个认知书，你如果有不知道不认识的小动物，我们就用这个认知书来找一找，它的背面有它的讲解，来吧，找一下它。哇，果然一样呢，它是野牛，看长得一模一样哦。小米宝，下面妈妈来考考你好不好？羊驼在哪里呀？哇，你好棒呀！狮子在哪里呀？大河马，你认识是哪一个吗？大河马。哇塞，看这河马的嘴巴张得好大呀，特别的逼真呀。哇，梅花鹿。哇，还有梅花鹿，长颈鹿在哪里呀？大长脖子，大长腿，看它的做工非常的精细，没有一点毛刺都没有异味啊，放心的给宝贝去玩。哇，这个又是什么呢？黑黑的，小朋友，你们认识这个是什么动物吗？打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呀。看，还有大鳄鱼，每一个做工都非常的精细，看，老逼真了。孩子一岁以后进入认知的黄金期，这一套小动物仿真模型玩具，动物园里有的没有的，这里全部都有呀。而且还送咱们这个超大的收纳筐。乌龟。乌龟，哇，这个是海龟哟，特别的像。